的陪伴，相信这样的陪伴大家也会觉得特别值得，对不对？接下来在稍事休息之后，在我们大家感受过来自葡萄牙的啤酒品牌 Superbox 带给大家的美味的感受之后，我们要继续开启我们的爵士音乐之旅了。现在即将登场的这个乐队为我们带来的表演一定会让各位觉得今天晚上特别值得期待。接下来请大家跟我一起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杭盖乐队，有请。
听叫我的你叫我的那段的白不就问你跟爹就算了跟那婆为何你要的说我的口袋为何谁的梦的个的啊我的爹说我的妈的心里什么态度白不就成功困境的个态度说你是亲亲的可悲你好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们是来自草原的杭盖，也同时把北方的秋天的这种气息带到了我们南方的美丽的杭州。接下来是个金色的秋天。
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北方草原上的一个秋天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那个管乐座的这个三位兄弟啊，他们是来自我们北京森林大乐团的管乐队的兄弟们，已经跟了涵盖已经即将要三年了，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我们的小号老卢长得特别像我们蒙古族，估计是古代串了。我们的长号帅不帅？他像不像社会大哥？今年就露出来了。三空 Noru James。 那个上次你往前出来吧，那个音响估计把你挡住了。我们的萨克斯说王冠正。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涵盖跟铜管的这种合作的一种可以说是蒙古族音乐的一种新的方式，大家一起感受一下。Thank you.
山沙谢谢，这是一个来自我们二度色大草原上的一个四年家人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歌曲。接下来 Dance to High。地铁通透海，茫茫的路途。
谢谢。啊，接下来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蒙古族的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唱法，也是这些年非常受欢迎的，也是一个传奇的唱法，也是我们国家全世界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唱法，叫后美。下面一首歌也是乐队的老作品，叫 Green Thumb。后面请哈斯巴根。啊，你们这次国庆节过得怎么样？还开心吧？其实大家都很开心。现在
疫情既然是继续着，但是我们只要心里信仰里面健康，咱们不会遇到他的。祝你们健康开心愉快。下面是个九哥，我们可以站起来。甚至可以把这个椅子我们收掉。
接下来你们想怎么样？想不想骑马？你们回不回骑马？我看你举手，我看多少人回骑马。别吹牛啊，还是谦虚点好。但是跟着我们的音乐可以感受一些骑马的感觉。准备好了没有？那我们一起出发了。草原了没有？远不远？不远吧，起码。肯内好。
南方太热了，我们要搬走了。下面这个叫四季，这也是我们蒙古人就是跟着这个大自然的季节还有这个气候就是有一种生态环境嘛，生存的一种感觉。德伦乌德拉Sister!
接下来一首歌也是乐队的非常经典的一个，那就叫《远走的人》。其实我们2007年开始就把我们蒙古族的音乐背上，跨过长江，跨过国界，走过了很多的地方。这也是涵盖一直以来对音乐的态度和对自己民族的一个责任。I'll seek to sing Kun. Sorum morundong, arte no ando dihoy, arte no sepin de chigue.
谢谢，再次邀请我们的管弦乐的兄弟们，再次把一首《初升的太阳》非常经典的歌曲一起感受一下，涵盖的内在的力量。
下。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这次主办上能把这么伟大的音乐节，在这么艰苦的时间里面，拿到我们中国，拿到我们这个美丽的江南地区，非常非常感谢这个主办上的所有的朋友，更是我们这个音乐节的创始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参与者。更是关注这个音乐节，关注网文音乐的所有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个再加一句 ，Thanks for Montreux Jazz Festival。蒙特勒，我爱你。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唱，好吧？你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歌。
谢谢谢谢谢谢杭盖，嗨吗？造不造？还要吗？明天再来。谢谢谢谢我们的杭盖乐队带给大家的激情的夜晚，谢谢，再次谢谢你们，谢谢。期待明年再见咯，谢谢，期待明年再见到各位，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开心吗？明天你们还来吗？谢谢亲爱的，今天的我们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到此告一段落，明天下午两点我们不见不散好吗？谢谢谢谢大家，请各位退场的时候注意安全，我们明天见。再次感谢各位，请大家有序退场，谢谢。是不是觉得结束的太突然？没关系，明天我们激情继续，开心就好。谢谢大家，谢谢。